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经过三天炒制，今天终于迎来打包的一天。明天我们就给大家发货啊！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现在快递变了啊，变成顺丰快递了。全国给大家发的都是顺丰快递，而且变了快递啊，不加价，价格还是按照之前的价格。所以说，各位朋友们啊，买到还这一段时间买到没有发的朋友，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。顺丰快递到了以后会打电话给你，而且是应该是送到你家门口的。今天来打包了，一起看一看。中粗辣椒面，都是带辣椒籽的，各位朋友们。老规矩，一袋一斤啊，买三斤装三袋，买五斤装五袋，买十斤装十袋啊。收到货以后，尤其是送人的朋友啊，我们都给你这个一斤一袋。你收到货以后，可以给亲朋好友啊，一人分享一袋。每一袋都是经过称重的，绝对不会缺斤短两。一斤是多少克啊？五百。看到没有，我们的打包人员业务能力非常的熟练，一斤五百克。这个每天都要烤几遍，不然弄错了。我再次要给大家声明，我们的辣椒面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，还有食用盐在里面，就是纯现浇制作的辣椒面。收到货以后一定要密封冷冻，密封冷冻，密封冷冻起来。这个袋子啊，只适合短期的储存，如果你要长时间的放置的话，一定要密封冷冻啊。找一个长时间放的话，找一个玻璃瓶或者说塑料瓶子、塑料罐子啊，给它装起来。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啊，吃的时候倒出来一点，吃完把它密封住冻起来，不然的话油气挥发它就会发黄，变成发黄的状态。每年都会有个别的朋友会收到货以后啊，随便扔个地方，等到想起来了去吃的时候，打开袋子一看啊，可能已经放两个月、三个月、五个月了，辣椒面怎么颜色没有你视频里面的那么红啊，就问我是不是辣椒，你发辣椒有问题。辣椒没有问题，所以说收到货以后，我希望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一收到货，首先你打开袋子先看一看嘛，对不对？把袋子打开看一看，它收到货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和我给你宣传的一样不一样？闻一闻，闻一闻。现在装的是两斤装的，今天我们下午还有点事情，准备早点休息。今天装一半，明天剩下的再装，明天统一发货。这段时间买的就都发走了，下一批发货时间就到本月的10号了，1月10号。现在装的是三斤装的，今天卖三斤的人这一段时间今年特别多，都是卖三斤的。三斤就给大家装三袋，买几斤装几袋。这是六斤装的啊，一个六斤装的，三斤装的，这些现在就直接打包。每一袋都是足斤足两，515、516克。打包的非常仔细，非常认真。一斤两斤的，三斤，这是四斤的啊，这是四斤的，这是五斤的，这是三斤的。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因为今天太过于忙碌，所以说今天晚上的又是机器面肉臊子。今天的这个新辣椒面啊，看到这个辣椒，这辣椒颜色红了吧？来，吃起来。哎呀，半只别着急，没问题，来吧，蒜。
的原因了，是你吃的饭太快了。所以并不是把我吃的太多，而是吃的太快。所以等他吃慢一点。妈妈，百分之是什么意思？六十。